下礼拜一会试金了吗？下礼拜一三大奖都会试啊。嗯，有一张好像不是大奖。啊，下礼拜一合作都会去试。哇，这血量也太少吧？感觉有点怪怪的，这血量。血量会不会出事啊？连好像连魔技能都没办法磨。伤害单张一千万，好少。这里下一关不能洗技能。感谢忘了叫神的生日课程内，我们来插一个妲己好了。阿红，等一下，这边怎么解？想想看，哇，好难。好了，开这个好了。你后面完全没办法洗技能哎！我现在突然想到，这个血量真的少到好可怜哦。今天还有10 combo 的敌方技能要解决耶，怎么玩啊？第三关，无视无数盾可以开。哇，用掉了。哦，伤害很够吗？然后十康以上也太难了吧？两秒转出加十康，这做给鬼玩的、啊。嗯，好像可以排出哦。嗯，这种时间好多哦。啊，是钻石。好，试试看好了。还是有机会耶。天降天降，打爆他打爆他，差啊，没钻石怎么办？这里啊，没钻石好哭哦，完了，没钻石，难啊，当日月狼再转好了。谢谢。现在就伊普顿了，伊普顿，我不知道怎么玩伊普顿。火玩具可以换谁？我也不知道啊，先打过再说啊。第四关，九颗风化。再哈，开始就结束。是剧本是鬼吧？哇，十 combo， 这运气也太好了吧？这代赛吗？天降十二，这什么东西？那太扯了吧？第五关，what？ 有 OK 哦 ，OK OK， 很棒。然后要不要打？这剧本到底谁可以玩得起来？没几个吧？而且哇哇，整版消费多少？170万。嗯，龙科好像也可以开掉，在这里好像有希望哎、欸。这对感觉要零食不是不行，就运气要点好，然后再加上手转要点厉害。好像这样就可以临时了耶，听起来好像也是蛮简单的哦。音乐好小声，那可以大声一点。OK， 我调大声一点了。他是不是要打死我啦？应该是还不会。赛不到，赛不到，好难啊这一队。你看我打这样才多少？我是觉得可以开个龙科了啦，不然再下去他可能要打死我了。哎、欸，还可以再撑一回合吗？各位，可以再撑一回合，我们再转一回合之后打打到更新之后，我们再开火玩具加龙科怎么样？好不好？
可以再转，可以再撑一回合，跟我讲一下，他这到底是扣血几趴？25%周二，20%周是多少？五回合吗？不行，可以，到底是可以还是不行？可以是不是？那我继续转啊。不行了，好乱啊。可以，我就相信是可以的。再挡一下，那我再挡一下吧。不行，顶多就吃一颗吧。哦，可以，挡不下。好，那这对可以，大概他把你扣到这个血量之后，应该就不行了。所以这个时候你再开爆发，应该是这样玩的。没意外的话，这回合之后应该就不行了。赞，龙科感觉得开，但感觉会更新，感觉啦。因为出估我们这波顶多补个300-400万差不多，运气好是可以补个过去啊，运气不好的话就会 GG， 所以不如我这边直接开一个龙科比较保险，控他一波。你看补不过去，跟鬼一样这，哇塞，这一补盾有点太硬，临时好像有点没有办法。可是吃一两颗石头应该有办法，不过我们不要放弃，我们还有钻石齁。对耶，我们还有钻石的话，可我钻石想留耶，我想留王冠。对，钻石一定得留王冠，所以这边就一定得带有它。那一定得有它有一个前提，就是我一定要天降。目前看来这个异补的话，不是更新就是没天降，应该就会更新，所以我必须手转完全部加上要天降。每天这样帅，大概还差一两回合吧。好啦，就吃屎啦，钻石吃屎了，太难了。哎、欸、呀，吃屎之后，哎、欸，他是值得吃屎的、欸、这一关，因为你一吃屎之后他就没有骷髅头嘞、欸，所以这场队伍技能被重置给这边吃屎，你、欸、看差一回合哎、欸，好可惜哦、喔。哇，这场队伍在这边可以吃屎吗？总算可以5亿的伤害，开这个赌吧。好，不用赌了，自己开下去。下回合洗技能，好嘞，应该打得死吧？打不死就哭了。火玩具换23比较好吧？哦，是吗？感觉也不是不行。嗯，换23感觉前面比较好过。好，水这边哇，他可以打他，我们就不要放过这个机会，能多打一次是一次。Fuck， 完了。哦，难道这是替身攻击？那怎么一直烧到啊？好烦啊！哎呦，骷髅头哎、欸，这家伙是怎样？我会死吗？应该感觉会，但我打死他吗？应该感觉打不死。对，我在干嘛？三回合啊！一个，两个，跳不起来，拼了，打死他吧！趁这个版面好像感觉还 OK 的时候。更新哎、欸，好惨啊！两颗，我要吞一颗水珠，水珠哪来的？太酷了吧！完了，烧的有点太多。死吧！
我觉得剧本可以五十以内，五颗石头以内。要临时的话，剧本可能要想一下。钻石可以挡一回合。嗯，奇怪。那我这个的话，下去应该还可以。哈基龙拳只有一回合，烧是烧三回合，所以有机会。嗯，木珠，哦，可以直接出来，好，太好了，那就可以到下一关了。哇，好可惜，白痴喽！你是在闹是不是？你是在闹吗？哎，就懂吗的，它是相同属性，不一定要强化珠，对不对？所以它里面其实不用强化，都拼强化珠。我这边看起来是这样。所以我们可以拼木珠就好了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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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很爱跟欸，刚好五颗木，我们还有希望，各位还没死，不死都有希望，各位，两颗 ，OK， 把拼好。只是等一下没有钻石是有点伤心，没有钻石要拼个，要拼个七亿八是吧？七亿八真的是要拼了，各位！哎、欸，其实好像有希望哎、欸，刚才打了七亿哎、欸，平砍七亿，可以哎、欸，各位，刷一波六起来！钻石这个主法感觉五颗石头以内可以解决，打爆他！好，我来了，各位，来打吧！这样好了。给他死！哎、欸，可以！我是谁？钻石过啦！哎，不过这样而已嘛，这个关卡，我只不过也才吃两颗而已嘛。如果一不断再补的天降再带塞一点，有机会吃一颗。哇哇，这剧本好难啊！但是还是有机会的。所以钻石过了，